死此生彼，这是讲六道轮回里头的。啊，死了之后他又生了。这个意思很深，学佛的人必定要知道，要肯定。这说什么？说人没有死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现在一般人怕死啊，这个观念是最大的错误，是迷惑到极处。啊，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是有生死的，人都是不死的。生死是身体啊，生不是我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灵性是我啊，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向上提升啊，不要将我往下堕落。造作不善的，死了之后就变畜生了，就变恶鬼了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舍身受身呢？我没有死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对生死就看开了。就看破了，生死看破了啊！对这个生之死，你就看得很正常，你一点也不恐怖啊！你会生到好地方，那为什么呢？你不惊不怖，头脑清醒，你自己可以选择，你不迷惑啊！如果迷惑颠倒，很容易走错路。啊，眼睛看花了，啊，恶鬼里头看成天宫，你就进去了，哦，进去之后上当了，啊，很多假象啊，幻象啊，在中阴身时候发现，啊，所以自己有定功，有主意，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，啊，一切想念当中念佛最好。啊，念佛的人到极乐世界，念佛的人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啊，这无比的殊胜呢、啊。